歹势吼，今仔停者，我查者吼，嘿，无要紧，查者。哦，女朋友，安全带没？安全帽戴没扣？查一下，有滚空姐。你什么时候喝的啊？啊？你什么时候喝的？我没有在喝酒嘞。那我酒精喝你，高几盖，高几盖。可是中午我们吃那个姜母鸭的关系。姜母鸭？这假的啊！姜母鸭会？你有吃姜母鸭吗？你都无啊？我说我喝比较少的关系。结果本王本几盖？可是我没有在喝酒嘞。姜母鸭有酒也算酒啊？啊，你是喝几杯？我因为我喝汤比较喜欢喝汤，汤都喝比较多啊。啊，你有驾照无啊？有啊，有考驾照吼。有啊。几点喝的？坐比较晚，我们才刚吃完没多久，才刚吃完不到一个小时而已啊。喝水，多吹些。就喝啦。来，过来。好。在这边。超过了你那个。哇，超过 0.25 就是公共危险罪。我跟你讲哈，你现在哈，因为你酒后驾车，酒测值好达到每公升 0.25 毫克以上，好，你已经触犯刑法185(3)公共危险罪，警方现场要将你做逮捕，我要把你带回去，请你跟你做笔录。